主料：大米50克，绿豆25克。辅料：水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把大米洗净待用，绿豆洗净待用，然后把大米和绿豆一起放入豆浆机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水，接通电源，按五谷豆浆键，10分钟左右即成。烹饪技巧：在豆浆机中做粥，米不宜放得过多，以免糊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